打，三网冤冤枉枉用手写，懂吗？回答问题全部用手写，写到我半死才写有今天，才做出今天的成绩，是经过了很多那些磨难才走到今天。所以努力努力努力，懂吗？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中可榴莲他就会打猫山王啊，有可能是公的榴莲树不会打榴莲，你白种了，对吧？要努力施肥浇水，要看好。2018年我没有干人了，做多少谁不喜欢我呢？你要干我也行，你要骂我也行，你骂我我也跟你讲恭喜发财，对吧？你不喜欢我我也跟你讲恭喜发财，网络玩厌了。 KL 有吗？显然人我开微信吗？八声也是有啊，你要上网一找，我也不懂开哪里，你要打在网址那边打 SunnyCocoSlango 它就出来了，哪里有分销点。2018年发不会啦，我是做一个品牌嘛，把它打出去外国，对吧？把它打响马来西亚名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会认为一盒小小的豆花有什么八百，外国人哪会喜欢你呢？我在澳洲卖了两年，我在柬埔寨卖了一年多，新加坡也是开始了，马来西亚卖了六年，我再转去中国，接下来就越南。做完了之后，2020年就把那个钱交出来，把它交出来，交给会做的人做，我们就退休了，正式退休了。赚钱不是很重要，懂吗？那个满足感很重要。